小夏。我在那边呢。还没到呢。老张，老张。这个刀刀痛了。不要那个分量要多。现在我这里很弯的，我把它挑过来。好，这样到底在里面。我要这样挑。这里过来看了，看见没有？到底。这样，这样匀匀。现在自动切来给你拍了，来门阿志，拿那根料给我。阿志，刚才那根料，那根好看的料给我。等一下，马上就发出来啊！我没时间了呀。你把它先停掉。停掉不行啊！这没冲孔的好看的料，这冲孔都没冲的。太慢了，好像里面的料很多。现在有料了，你看现在很好吧，泡得满满的。给我看，给我看，要看值不值，真的饱满。这个八六五是什么颜色啊？八六的。八六五呢？八六五号码，什么颜色？我这是冲锋版的。